我刚吃过晚饭，今天晚上的工作我妈妈已经开始啦。蛋蛋呢还没吃饭，乐乐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，这忙的现在连乐乐也顾不上看了。咱们大家谁有空了可以来啊，来我们家可以和乐乐一起玩，顺便帮我再看会儿乐乐。把里面的东西再剪一剪，对，刮风车了，然后还要再剪一遍。这边，俺让俺这帮忙的，乐乐也在这帮忙的。今天全家都忙起来了，蛋蛋呢在裁布，我大姨也来了，几十年的老裁缝了，过来呢给我们裁，给我们那个缝一下。我妈也来了，来这儿给我们剪来了，全家都出动了。因为我比较严格，所以就是里边有点什么东西都给你们剪出来了。这是剪完的，剪完的这里边呢，你看它枣仁还是有的啊，这个枣仁还是有的。我妈弄来在那个房间里边剪枣壳，婷婷在这个屋里边裁，然后老丈人在外边吹。因为我是以我自己选东西的标准在弄的，想让你们也震一点干净的东西啊。里边应该会有枣仁。对，刚才我抓两包，我看了里边确实有枣仁。对，里边枣仁咱没有剪。对，枣仁没给大家剪。搁点什么棍儿？嗯，把这些小东西剪出来了。枣仁的话，谁买到就成谁的了。这个东西本来赚到。这个东西你看，我们村里边很多人，他就是，也是满地的去找这个枣仁去剪，很贵，因为很贵。现在婷婷裁的这个是内衬啊，家里有这个枕套的，你们就用自己的枕套就行，现买点现成的那个酸枣壳。没有枕套的可以就是从我们这儿拍个枕套，我们这个的话要求比较严格，全是纯棉的啊。因为我们人手有限啊，我们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，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提提建议，因为我们也没啥经验，裁的话也是我们最笨的办法啊，一个一个的往下裁，剪的可能说是纯手工了啊，所以说每天的单量的话可能做不了那么多，我感觉做正统的话一天我们能做六七个就已经拉满了，做不了太多啊，大家想要的话你们只能自己去看看橱窗里边，我可能一会儿放一单一会儿放两单，有的话就可以下单，没有的话只能是等一等了。看到没，给你们发出去的都是我们一个一个手工裁的啊，哼，这都是筛选完的，这是枣仁，保证嘞，在家已经嗨好几趟了、我刚才看了一下已经九点多了。9点多了呀？嗯，赶紧去吃饭吧，吃完饭再整，那是不是特别着急，都感觉干不出一会儿？不是，这是我小半天推出来的，纯面料，我也是自己做，冷风往地。歇会儿吧。要不就是把它就是往肉面面造壳，最后把枕头给做上来。我刚吃过晚饭，今天晚上的工作我妈妈已经开始啦。蛋蛋呢还没吃饭，乐乐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。这忙的现在连乐乐也顾不上看了，咱们大家谁有空了可以来啊，来我们家可以和乐乐一起玩，顺便帮我再看会儿乐乐。谁在家没什么事儿了，可以帮我们过来带来孩子啊。对，你顾不上打理他了。嗯，是的。